他在喊那么大声，是在喊祷告，祷告的哦，神召会，基督教神召会呢？那就在爱小火堂的旁边呢，大概只有10分、5分钟而已。哦，是，有唱圣歌，有祷告了哈。今天新年哈。嗯，那好像2015年才有哟。今年2018年了。哦，台南神召会就在这个台塘铁道公园的旁边呢，在爱小火堂的旁边有台南神召会，还有道教的慈惠堂，慈惠堂。哦，还有道教的三观音佛祖，还有远一点还有义安宫，远方还有下营国中，神召会的左边那边还有下营农会。